开始以为是个水泥的圆圈嘞，然后后来我叫我妈，然后看到那个外壳之后，很像恐龙的。我就觉得跟恐龙跟博物馆看到的很像。不是今年有一个那个博物馆免费开放日了嘛？那时候老师就是跟我们说过可以带小朋友去看。我们去看的时候，我有留意，应该都差不多的。我还以为只有一颗恐龙蛋，哦，全部挖出来之后有11颗恐龙蛋，一窝恐龙蛋。我觉得能为博物馆里面再添点恐龙蛋是蛮好的。小朋友暑假也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。